for people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.这肯定是大车没刹刹车来不及了，然后撞上去了。对啊，他撞上去，估计里面这大车因为重量大，前面可能也比较结实，损伤比较小一点，但肯定也有哪些地方也有一些问题了。它后面基本上就是 trash 了，而且它的像那个，因为它这个车子它有个 frame， 像这样一撞，它车子 frame 整个都坏了，肯定不行了。